今天来一个，来一个八爪鱼，看没有？迷你小八爪，必须要这样吃啊！看没有？嘿嘿，太好吃了！还有双鸡吗？给一个吧，扔下鱼苗。嘿嘿，来喽，哈哈，鱼苗又来了。今天来一个大海螺，看没有？要吃海螺啊，要把这个海螺的盖去掉啊，盖不吃。哎呀，用手吧。今天不，咱们挑战用手也能挑战出来，看没有？这个黄啊，特别好吃。吃海螺啊，要把海螺的苦胆去掉。这个海螺的苦胆去掉，再把海螺的黄挤掉。这个海螺的黄要挤掉的啊。还有双击吗？给个双击呗，试一下啊。来，老铁啊，我又来了哈。哎，看看大家伙啊，来一个啊，大货啊。哎呀，哎，看看啊，哎呀呀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这么好啊，看看，把苦胆摘掉啊。哎，这个中间的苦胆啊，摘掉不吃的啊。我们正常人哈，也不吃辣椒，也不吃芥末，就这样吃，特别鲜啊！老铁，看我这个渔民的份上，给我一个双击，给我一个关注呗，给就给一个吧啊！真的，嘿嘿，呀，看没有，大扇贝，下一杯啊，这样。这个下一杯的味啊，你可以吃啊。蘸上渔民秘制的辣椒油，看有没有食欲。太好吃了。给个双击吧，支持下渔民，给个吧啊。好了，盖上锅盖，等个20分钟。下个视频开灶啊，有双击的给个双击啊。来，老铁啊，今天来个正常掀锅盖啊，正常用筷子吃大鱿鱼啊。哎呀，看看吃大鱿鱼啊，要吃先吃头啊。过瘾啊！哎呦，老铁还有双击吗？给个双击吧，给就给一个吧。来了，哎呀，今天来一个，看没有，大珍珠蟹啊！这个蟹子要怎么吃啊？看看我的头还有它的壳，来一个。看看这个蟹黄，真好吃。这个蟹子塞不去掉，把这个蹄子去掉。哎呀，
哎呀，差点丢了。哎呀，看看这个肉，看看这个肉，嗯，太鲜了。还有双击吗？给个双击支持下渔民，给一个吧啊，太不容易了啊。来老铁啊，来一锅啊，看看帝王蟹啊，葱姜辣椒大锅啊，这个帝王蟹啊，我半年的生活费啊，大龙虾啊，哎呀，再来上，再来酱油啊。来点料酒啊，再来点啊，生命最全啊，盖上锅盖啊，下个视频开灶啊。Hello， 哎呀，嘿嘿，今天来一个港湾贝，这不是港湾贝啊，要下一贝啊，来一个下一贝，这个下一贝的胃可以吃的啊，哦。还是带黄的，看没有，黄在这哦，嗯，太好吃了。还有双击吗？给个双击呗，支持下渔民，给一个吧。来老铁啊，全进港了啊，做了一锅海鲜啊，来一个虾啊，这个虾这么好啊，再来一个梅贝啊，有喜欢的啊，留个双击啊。老姐，今天来一个好的啊，葱姜蒜大锅。稍微倒点鱼进去，再来一个活豆，来上，放点醋啊，起起腥，再来点味极鲜啊，好了，加上我喝里的茶壶水啊，盖上锅盖啊，你双击给一个吧，就给一个吧啊，谢谢支持一下，来喽，哈哈，这叫啥？这叫帝王蟹，这是老大哈，海里面那种老大，来上，哼哼。哎呀，哎呀，看看这个小爪子怎么样，肥不肥？哼哼，看一下这个肉质哈，还可以哈。嗯，太鲜了。嗯，还有双击吗？给一个支持一下。